ho, Merry Christmas!背包猪同小白嘅分享都系自费体验，无参与商业合作。背包猪和小白今日分享大埔商场圣诞灯饰。背包猪去大埔探望朋友，途中经过了大埔超级城，顺便去看看大埔超级城的商场圣诞装饰。大埔超级城分开几区，其中圣诞灯饰所在位于 C 区，今年圣诞主题是圣诞老人和玩具。圣诞装饰分开两区，第一区是纯粹打卡拍照用的圣诞装饰，另一边有一个巨型水晶球，是一个类似波波池做的设施，给小朋友游玩的亲子区。2020年大埔超级城商场圣诞灯饰与其他大型商场相比，占地不算大，同区的大型圣诞灯饰场地不多，路过有时间不妨看看。收看背包猪和小白更多分享，记得订阅、按钟仔、选全部、赞好及分享连结。收看花小钱去旅行更多分享，记得订阅、按钟仔、选全部、赞好及分享连结。
在新界东圣诞灯饰当中。今年位于沙田的圣诞灯饰也是较大规模的一个，还未看过的朋友可参考我们花小钱去旅行频道的圣诞好去处系列第三集，短片和文字版连结可留意说明栏连结。想知道今年更多圣诞好去处、圣诞灯饰、背包猪和小白的圣诞灯饰评论，留意画面荧幕或说明栏连结。多谢观看花小钱去旅行节目，想知道背包猪和小白更多分享，记得订阅、按钟仔、选全部、赞好及分享连结给朋友，下次见。